哇，很高兴认识你啊！大家也是。Do you know the words? It's called 打卡. I don't know. Okay. Well, 打卡 means the young people on the internet, and they're going to check out certain famous internet place, and they're going to have experience, or they're going to take photos place. So they call 打卡. Wow, amazing. So today I'm going to bring you to 打卡 some very special place. So come with me then.Can you see it? Yeah, 鲁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Yeah. Okay. Actually, in China, the young people going to explore new city, the first place normally is the museum now. It's became to new lifestyle. So, 旅顺 Museum is the first museum in northern China. Today, I'm going to help you checking out. Okay, come with me.张教授，您能对旅顺博物馆的建筑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吗？旅顺博物馆呢，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字“旅顺博物馆”，这是郭沫若写的。郭沫若呢，是中国的文学家，他的小说写得很好。观众咨询台，然后呢，我们要一张地图。一张地图，然后有当年的各种旅顺博物馆，如果你可以看看的话，然后可以进行一个影印，可以盖戳。Okay, right. This is a map for the Dalian Museum, all of the museum, right? Okay, and also we can take this map, go to different the museum. We also can stamp on it. 博物馆。太好了。这样的一个图。我们在哪里？我们在这里。这儿。在这儿。一共有多少个博物馆？一共有，这上面是一共是22个。OK。大连的。22 museums in Dalian。有22个博物馆。哇，太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打卡点，旅顺博物馆。OK。这个房子呢，就是100年以前的房子。你看它的这些木头设计啊，就特别的豪华，很古典的。这是日本人设计的，中国的、欧洲的风格加在一起，一起。对，你看它这个门呢，都很大，对，特别，都很大。我们再往前走，这个馆呢，就是青铜器馆，有各种各样的青铜器。你看这个架子里面各种各样的青铜器。这样的青铜器可以用来喝酒，但是呢，大部分的青铜器是用来这个祭祀的。这些青铜器也都是那个贵族用的。Okay. 就国王。Ordinary people, for you know the noble family or the kings or the emperor. You see that one? It's 3,000 years ago. 3,000 years ago. 这个是武器。就是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那个矛，这个木头没有了，现在剩的那个，这个是中国的宝剑。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旅顺博物馆里面，这个是最有名的这个鼎，叫铝鼎。Okay, this is the most famous
collections in this museum called 吕鼎。吕鼎。这个鼎呢，你看是公元前976年。Mm-hmm. This one run about 2,900 years old. 今年是2021年，所以这个鼎有三千年。三千年的历史。哎，三千年。这个鼎上面呢，还有很多文字。你看这个鼎上面有文字，我们根据这上面的字，就知道了三千年以前发生了什么事儿。每一个鼎的旁边都有一个介绍。你用手机这样扫一下，扫一下，你看，然后就会出来很多介绍。你看，这个鼎是什么样子，然后呢，里面都有，还有录像，看特别全。手机会了解。对，手机呢就会了解，非常全面。你看这个，就放给你看了，看。旅顺博物馆馆藏青铜器2000余件，它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之一。吕方鼎，鼎高19.4厘米，口长16.2厘米，口宽12.3厘米。在馆藏众多青铜器中，吕方鼎不够华丽，略显单薄，而它的价值并非看上去那么平凡。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礼器，古人将做饭的锅赋予神性，用在祭祀中，连通天地。传说中，九鼎在夏商周代代相传，表示天下一统，遂成为王权的象征。吕方鼎的特别之处，来自鼎内铸有的五行文字，通过它们，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西周一位传奇人物的信息。为五月祭祀破，臣在人虚，王晚于大事，吕言于大事，王子吕聚三友，备撒朋，对阳王修用作鸡，子子孙孙永用。五月下半月壬戌这天早上，王在宗庙祭祀，一个叫做吕的大臣陪同王祭祀。王赏赐吕3壶美酒、30捧贝币。吕深感王的恩德，为纪念这件事，铸造铜鼎。铸鼎记录皇帝恩赐，看似小题大做，但却不然，只因鼎文中有一个晚字。专家考证，晚字是一种祭祀之礼，王室的晚祭必兴于老王去世、新王即位之时，即新王元年，这相当于以大事纪年。也就是说，吕方鼎铸于周穆王元年，这为我们确定西周的铜器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有了王年的确定，为西周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时间坐标。在已发现的青铜器中，带有晚字的青铜器有不少，如商纣王帝辛时期的数四子鼎，周康王时期的高有盖、麦方尊，但或缺少月份，或缺少月相，时间要素均不齐备。吕方鼎是已知青铜器中同时具备王元年、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的标准器之一。尽管器型简约，体量不大，铭文只有短短43个字，
但吕方鼎在诸多研究领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堪称国宝。吕方鼎啊，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件国宝啊，当然是因为它啊非常重要的铭文所体现的。那其实在我们从事啊考古工作的学者看来啊，那么吕方鼎这件方鼎，从器形花纹啊上我们都能看出来啊，它是这个时代的啊可以说是绝响了啊。那么在穆王时期的时候能见到的方鼎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吕方鼎便是其中的一件。那么在此之后啊，西周中期以后方鼎就很少见了啊。吕方鼎的价值啊，不仅仅是体现在铭文上啊，那么从方鼎的器形啊花纹上也能看出，吕方鼎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一个象征。时代的变化不止于礼器的改变，穆王死后西周盛极而衰，吕方鼎便是这盛世落幕的见证。处于时代变迁中的器主吕，则是吕方鼎之所以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啊，在尚书中有一篇啊讲刑法的叫吕刑，是周穆王让他的大臣吕来做的。那么吕刑啊，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中国上古时期最早的一篇思想纲要。那么他对后世中国法律啊的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我国历史上传留下的第一部系统性的刑法典，被称为吕刑。吕刑被收入尚书得以流传下来，而西周盛世已消散于历史长河，周穆王只留下段段传说，后世已告别神话，开启新纪元。很方便，很方便。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叫深度了解这个文物。Deeply experience this kind of collection。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最大的鼎，也有这种大的，刚才的那个小，这个也很漂亮。你看它这个上面有一个动物，这个上面是老虎，它一个老虎，大概离现在有1800年，2000年。1800 years ago。2000年，那个时候的人也很聪明。Okay. So, you know, Asian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clever as well. Intelligent. Yes. 哎，对对对，不光是实用，这个装饰也很强。Decoration is beautiful. 走。看一下这个馆，你看，这个馆里面呢，这个是刀，青铜刀，这边呢是剑。哎，这个是短的，这个是鱼，这个是衣服上的。哎，衣服上的这个是扣子，扣子 button， 哎 button、嗯、这个上面是个马啊 the house。 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是个老虎，老虎，老虎，能不能看到上面的马？你看，能看到，能看到。哎，你看很有意思，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我们刚刚看了非常多的青铜器，那么据说青铜器都是由罗振玉捐赠给吕宋博物馆的。那么接下来您能否对罗振玉的情况给我们做一简要的介绍？我们看一下这个罗振玉先生的这个介绍。罗振玉先生呢，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老师，他在旅顺还有他的那个旧宅他住过的地方，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大云书库，一个书的藏书的楼。位于今天大连市旅顺口区洞庭街一巷的这座建筑，它曾经的主人叫做罗振玉。建筑分为居住、
和藏书楼两部分。藏书楼当年的藏书多达十余万册，其中以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写本《大云无想经》最为珍贵，所以这座藏书楼被称为大云书库。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十分矛盾而特殊的人物。在学术上，他集甲骨金石学、历史、农学、出版收藏、版本目录、书法、敦煌学于一身，在诸多学术领域中都有着开创之功和奠基之劳。但是在政治上，罗振玉又以清朝遗民自居，追随末代皇帝溥仪，并出任为满洲国的监察院长，被人们称为汉奸。尽管如此，他对中国古史及传统文化典籍的发现、抢救、整理、研究和传播工作还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28年，罗振玉迁居旅顺，直至1940年罗振玉病逝，他前后在旅顺生活了12年。在这之后，罗振玉的收藏大多散失，大量文物或以民间征集，或以政府部门拨交的方式入藏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也因此成为目前保存罗氏旧藏文物的主要收藏机构之一。就是他收藏的，上面有中国的汉字，在这个博物馆收藏了中国最多的甲骨文。哇、so、所以这个博物馆是中国国家的一级博物馆，就是最好的博物馆之一。 We are lucky to see、okay.你好，我从哪？从哪来的？你怎么说？知道吗？我是从哪来的？从哪来的？从哪来的？哈哈哈哈哈。没事。I'm a Chinese people. OK. 啊，对对 ，OK。姐姐从巴西来的。巴西。这个是中国唐朝的时候一个陶瓷烧出来的，它是彩色的。这个唐三彩呢是800度，就很高很高的温度。They burning this stuff use 烧出来的。800 degrees. Yes. 然后呢，你看有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蓝色的、褐色的、紫色的、红色的。And actually, you know, in the 800 degrees, like became to different color. For example, the yellow color, the green color, white color, blue, and also some purple color as well. 很多颜色。一起这个东西呢是人死了以后放在那个坟墓里的，所以呢它有的是人，有的是动物。人死了以后就是陪着。看一下这个小的，这个就是叫歌舞俑。歌舞来歌舞俑、okay. 歌舞俑、oh.Yeah, 就是唱歌跳舞的，那个时候的人呢，唱歌跳舞特别好看，他们呢都很自信，非常厉害，哎，非常厉害，非常自信。你看那是唐朝的女人，胖胖的，唐朝的女人，现在不一样，对，唐朝的女人都是以胖为美，现在呢我们都很瘦，所以每一个朝代，她喜欢，唐朝的骆驼很胖。唐朝的骆驼也很自信，是吧？这样，哎，对对，这样。所以呢，你看很高，这是唐朝的马。最漂亮的，最漂亮的，最漂亮的，对，这样的马。所以唐三彩里面的最漂亮的动物就是马和骆驼。
个是中国地图，你看中国很多地方都生产这个陶器的，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从北边到南边很多很多。From north to south there are quite a lot. Something like a fireplace. 所以中国是个陶瓷国。 So what we call in China is porcelain. China. 原来陶瓷呢是吃饭用的、有用的。At the beginning, the porcelain used for eating. 哎，现在呢，陶瓷呢发展发展发展以后，陶瓷呢现在呢是看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罐子，你看很漂亮，它就是喝酒装酒的。Okay, actually this is a white pot. 它本来不用那么漂亮，但是现在呢把它做得非常非常漂亮。你看它的花纹。里面每一个都不一样，中国人喜欢对称。Oka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like the balance. 所以呢，你看那个，这个中间左边的和右边的是一样的，哎，两个耳朵也是一样的。Okay. 所以大家看到的很多中国的建筑都是这样的。这个瓶子一共有三个，在中国只有三个。Okay. 只有三个。北京博物故宫博物馆有一个，烟台博物馆有一个，它叫什么呢？它叫明朝永乐青花。青花，它是中国瓷器的代表。我们去一下这个博物馆的新馆，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大美之佛大佛的展。我们这个新馆里面呢有一些关于那个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文物。这个馆里面呢还有一个马蹄金。 OK， 马的脚的金子。 OK， 在中国特别特别有名。那个金子呢是我的家、我的老家那个地方出土的。1983年1月27日下午，新津县花儿山公社义城堡大队第九队青年社员王兆和，在本公社张店大队林业队门前的南海淀上，挖到了两枚马蹄金，后经大连市文物管理部门协调，运抵旅顺博物馆。这两枚马蹄金在距张店汉城遗址 1.5 公里的东南海滨出土，说明了张店汉城在古代可能是达官显贵、朝廷要员居住和顾及之要地，也说明了该地不仅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在商业贸易活动中也具有一定地位。这也为张店汉城，就是汉代辽东郡闼氏县治所，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如今，这两枚马蹄金穿越了2000多年历史，将西汉时期的祥瑞之气带到了现在。此马蹄金的诞生，皆因这祥瑞。《汉书·武帝纪》上有这样的记载。武帝太始二年的春天，汉武帝巡行天下，回长安后颁发了一道诏书，称自己在登山祭天的时候意外获得一头白色麒麟，与此同时在沃洼水得天马一匹，泰山还出现了黄金。汉武帝认为这都是难得的祥瑞，便立刻将年号改为元寿，并下令铸麒麟脚趾和马蹄形状的金器来纪念此事，并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中国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包括金饼在内的汉代黄金铸币600余枚，其中马蹄金仅70余枚。
马蹄金出现的数量不多，而且大多是在中原地区出现，在东北地区出现的马蹄金就非常罕见，也是非常珍贵的。旅顺博物馆馆藏马蹄金，既是大连地区首次发现的西汉时期马蹄金，也是东北地区难得一见保存完好且两枚同时出土的马蹄金，属国家一级文物。汉代的黄金铸币大多刻画文字、符号和钱印，常见的有重量标记、事由或姓氏、地名，还有部分不易识别的符号和钱印。旅博馆藏的一号马蹄金底部直径为 5.6 厘米至 5.9 厘米，侧面刻画有四个叉三个竖符号，重 259.45 克。二号马蹄金底部直径为 5.6 至 6.1 厘米，侧面刻画有四个叉符号，重 260.45 克。对于这两枚马蹄金上的符号，一种说法认为其属于我国古代技术的算筹，是马蹄金的铸造编号或者入库编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重量标记符号。汉代马蹄金是在上层贵族之间流通的货币，很少在现实交易中做流通货币使用。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大连南部地区是属于辽东郡闼石县，也叫闼县所辖。那么马蹄金在张店汉城附近出土，足以说明张店汉城的重要性。擦去2200多年历史的灰尘，今天这两枚马蹄金依然熠熠生辉。我们透过这两枚马蹄金，仿佛可以看到2200年前的汉武大帝站在峰顶，看着脚下的祥瑞之气，一念起，穿越千年。我们就进到了这个叫大美之佛犍陀罗这个地方，甘达尔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地方。你看这些佛呢就变成这样了，有坐的，哎，有坐的 OK， 然后呢还有也有站的。这个是佛的手，这样的一只手。 Actually, 那个身子没有了。 Yeah， 在历史上有很多时候把那个佛的头拿下来收藏，身体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的有的是佛头，有的是佛的身体，有的是佛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他们旅顺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哦，这个是冰箱贴，这个是旅顺老建筑的。OK， 旅顺老建筑的，你看这是旅顺博物馆的，我们今天的旅顺博物馆的。这边还有这个，看这是旅顺博物馆的微雕。中国这边有很多书。Here we go。旅顺博物馆。这个在大连。对对对，这是大连的，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都有。这边还有。这是大连的老电车。这个船和大连可以什么？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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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你去拿吧。可以，好，喜欢这个。好。哦。OK。欧洲船。好。OK, thank you. So much. 好。OK, let's go then. 我们到这儿来呢，打一个卡。First one. Okay, here we go. 是在旅顺博物馆啊，在这儿。哦。对，然后你们可以自己进行打卡。这个。哦，这个需要的，对，啊，按这
大方的店旁边。OK, lovely. For you, 阿桑给你们打一个。OK, another one. 好。好。Perfect. 好。我们参观完旅顺博物馆，不知道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感想？啊，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遇到了很多事情，我们看了很多重要的东西。Oh、yeah, collections, very important collections.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印象。嗯，哪一个收藏品你的印象最深呢？Which one is most important? Well, I think 如意。如意啊，如意。Why is that? Because this week I was studying this in my Chinese culture class. Okay. And I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aw this on the museum. Mm. I think it'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Yeah, and really influenced my studies. Okay, excellent. I'm so glad you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that. I like the pot. Okay.You mean blue and white, Ming Dynasty, the white pot? Yeah. Okay. It's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Just three of them. Yes. Whole China. Yes, exactly. One we have in Lushan. Oh, yes. Super. Super,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今天我们去那个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小孩儿。啊，对。他们非常可爱。对。平时呢我们去博物馆呢其实那个年轻人也特别多，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谈恋爱的时候去博物馆，去博物馆对打卡，去打卡，对对打卡。你们两个去过博物馆没有？也去过一些啊。有没有那个特别喜欢的博物馆给他们推荐一下？我去过一次那个苏州博物馆，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有那个江南之美，然后当时正好赶上了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有那个威尔沉浸式的体验，就是让我感觉到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和一些古代的那些展品在一起结合起来，就是确实扩宽了我们年轻人的视野，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体验，所以推荐你们去有机会去苏州博物馆看一看。有机会我们肯定去那边去。其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最近就是在抖音上非常的火，有很多的年轻人去打卡，并且拍摄相关的视频传到 TikTok 上。那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其实它就是用沉浸式展览这样的方式，所以说也吸引很多的比如说年轻情侣以及说一些年轻的大学生去拍摄一些相关的视频，并且现在在抖音上也有一定的浏览量和话题度，所以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推荐两位去参观看一下。好的。中国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大概呢有多少呢？有5000多家博物馆。对对对。我们去的旅顺博物馆是一级博物馆，在这个中国一级、二级、三级博物馆，大概呢是有1000几百家，1200多家。所以中国是一个博物馆非常多的国家。有艺术的博物馆，历史的博物馆，还有文化的博物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有的呢是中国政府的办的博物馆，还有呢是中国的那个企业办的博物馆，还有是中国的个人办的博物馆。中国的博物馆呢现在呢为什么这么热？因为有很多节目，关于博物馆的节目，关于中国的那个历史的文物的这样的节目，综艺的节目，还有呢纪录片。赛老师，你知道的第一个呢，我向你们推荐就是我在故宫修文。 And actually English name means I prepared the collections in Forbidden City.That one is a very popular one. 还有一个节目呢叫如果国宝会说话。If the national treasure can speak. 哎，这个它大概呢一集5分钟不长。
但是呢有一百集啊，一百集 100 TV series， 哎，所以呢一个一个国宝介绍介绍它是为什么那么有名。Okay. 所以那个节目也很有意思。然后还有什么节目？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国家宝藏》，就刚才也有提过。然后它在现在中国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网络平台叫做哔哩哔哩上，也是有着9.8的高分。所以说就是可以看是有很多中国年轻人是非常喜欢的，它的制作也非常的精湛，并且到现在已经播出到了第3季。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好好看一下。嗯，我们也有时候看看看哔哩哔哩是吧 ？B 站啊，我们叫 B 站。那我刚才提到的《国家宝藏》呢，我之前也在 iPad 上已经下载了一份，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大家看一下。嗯嗯，好，太好了，大家好，好，我们一起看一下。来，中国去博物馆，不光是看文物 ，OK， 还有一些呢创意的产品。And also very creative, you know, products as well. 比如说，有拼图，还有那个盲盒。盲盒 is a very new kind of the creative product for the museum. We call blind box. 哎，我们可以那个给大家看一个盲盒。好，好 ，Here we go. 哇哦，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叫三星堆考古盲盒，哇！哎 ，OK， 这样的可以把它打开。我需要你的帮助。好。啊 ，No way！ 我小的时候无用的东西。打开看看。哇！来，我来翻。OK， glasses。太好了，Let me help you then。好，就是这样。Big， 还可以扫一扫，那个圆的是扫的。嗯哼 ，this brush， right？ We use this brush， you know。Which one do you think？ Guess。啊，我觉得是第一个。OK， 第一个。OK，OK、okay. okay. okay.。Yeah. OK， 对，幸我找到了一个，你找到一个啊！哎 ，This one， 哦耶，这个，OK，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我们还有一个宝藏，你们俩看看这个宝藏里面是什么东西。好，这个是什么东西？还得挖，还得挖，凿开。你看，他们俩也在这挖这个。嗯嗯。啊，他们也有。他们也有，他们也在这挖。有几个，然后要把它拼在一起。嗯。啊。嗯。你看他们这中国的古钱，嗯嗯，中国的古钱 old money， 嗯，看看，我看看，给你看看，啊，太好了，清洗三个，你们需要把它给弄出来，清洗一下，弄，好玩，好玩吗？ Enjoy it， 哈哈哈哈哈， find some new collections，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交流了去博物馆的感受。然后呢，我们也挖了宝藏，中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宝藏在地下。哦，太好了。所以呢，中国很到处都是历史，你们有时间可以到处在中国走一走，看一看。嗯。